官方 IG 日前上传的只与某某才英跟知名编舞老师的合照，并写下终于见面了，他参与了我们11首歌曲的编舞。不久后世人一起在练习室跳舞的影片也在官方频道上公开，影片中叛习的三名成员全都换上了露肚短版上衣，跟老师一起跳着强而有力的舞蹈。其中一段子瑜在 C 位领舞的画面也让网友们纷纷惊呼子瑜太会扭了吧，简直辣翻啊。此外跳着舞的子瑜总是展现出满满的自信感，跟平时安静内向的模样完全不同，这也让大批粉丝认为公司应该要多让他有跳舞跟表现的机会啊。